哎，那男演员赶紧来，快了！小姐姐，您今天的戏份都拍完了，怎么还不回去啊？我先不回去，千初不在家，我回去也没意思。你先去收拾东西吧。哎，好。 这是什么？你看，白宇太棒了，这咱们工作室才正式开张了。之前给公司做的那个宣传视频不算数，那是我们石小念假牙子上架弄的，这才是我们石小念工作室的第一笔正式订单。不过这不会又是冲人力来的吧？你确定是冲着我们来的吗？放心吧。 这家公司的背景我已经调查过了，主要是以卡通形式宣传为主，也非常符合我们的风格。哦，对了，那个负责人还说，他因为在微博上看到了你给恩义做的宣传短片，非常喜欢。真的？太好了！那他还有没有提什么别的要求？他们要求需要打包一个文档发过来，不过大部分都是产品的硬性要求，具体的设计还是要你来做。哎，发挥我创造力的时候，终于到。 庆祝！我们一定要庆祝！我们开张以后还没有庆祝过呢，最起码今天要吃一大吃一顿，不过好彩头吧。走走走，开动开动！哎，等一下，来来来，我们先庆祝一下吧。好啊，来庆祝一下，祝我们工作室越来越好，赚大钱，发大财，生意兴隆。对，加油！谁点的酒啊？喝点酒庆祝一下吧。 我不能喝酒，这喝多了我特别容易胡说八道。哎，这么开心的日子，就喝一点吧。那就喝一点吧。一点点。喝酒，站起来吧。还喝呀？再喝。 来，我陪你喝，干杯，干杯！纪晓念，那个，要不我先把您送回去吧。不用麻烦了，我自己回去。那我先回去了。回去吧，没事。小心点。我走了。我接个电话。 喂，你打赌输了，承诺过的事情要兑现啊！啊，我知道，大小姐，我先送小老板回家啊，不跟你说了。石小念喝多了，我过来接的。什么？石小念，是不是石小念打过来的？啊，走，抓他去。 石小念，怎么喝这么多酒啊？喝多了，又喝酒，每天都睡觉，像个猪一样。快起来，我有事情跟你说。米生，你输了，你得愿赌服输。来来来来，喝多了，你别喝了。 陪我喝酒，你输了。行了行了，酒，你不让我喝酒呢。走。这是。
失踪。 石小念，谁让你喝这么多酒啊？你不能喝，你就别喝这么多嘛。喘死了。石小念，我喜欢你。 给我酒，给我呀！反正我说完了，听没听到都不怪我。每次双手紧扣，心墙也较凉，不再衡量现实与理想的重量。你是我的一念时光。